哎呀，你烈女上来了。25层啊，出版社的。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管理处的，小丁，小丁。问你个事儿啊，你说现如今竞争这么激烈，找份好工作不容易吧？哼，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没关系啊？我刚才应聘一份好工作，愣是让你给搅和黄了。对不起，我没心情跟你谈工作，我今天我烦着呢。病吧你！真破了！往哪看呢你？背过身去，脸冲墙，冲电梯。挡上那个，挡上啊！拿包挡上。看什么看呀？挡上你的眼睛。找你的，让你赶紧去办公室。夏美丽，哎，这名儿有点意思啊。美丽，胜利，二丽啊。